那么管前门市呢，情人节活动马上要正式开始了，那一样呢，请到今天有来到我们活动现场的朋友呢，加紧脚步来到舞台正前方。那待会呢，会为大家赠送到我们非常多的赠品哦。那同时间，我们也特别跟我们韩系的美妆品牌，就是我们 ATGO House 的这个美妆品牌，直接送给大家非常多的礼物，所以请大家把握机会哦，来到我们舞台正前方。待会呢，我们在整理的时候呢，马上就会开始我们舞台活动的部分，请所有的朋友呢，加紧脚步来到我们舞台前方。好，预告一下呢，待会我们马上要开始舞台活动喽。那现在我们 AP 手上拿的呢，就是我们 ATGO House 的这个彩妆组。那怎么样可以获得这个旅行组呢？只要你有来到现场申办我们的远传的方案啊，或者是西马搭配398+775的方案，就可以赠送给你限量的赠品了。那当然，请所有的朋友加紧脚步来到我们舞台的正前方。而且呢，今天我们都知道哦，过完父亲节之后呢，就是情人节嘛，所以让大家呢来到我们远传这里，可以感受一下我们情人节的这个气氛。那同一时间，我们有非常多符合情人节的礼物要送给你们，所以呢，请所有的朋友呢加紧脚步来到我们活动现场。